呀，村长。嗯。等一下，峰峰就来了，你煮这么大一锅红薯什么意思？给你补充点能量。报就是报上次有一箭之仇啊。一炮之仇。哥，弹药充足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吃完峰峰来了，我就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哎，师傅，多吃两个。嗯，多吃两个，就一个就够了。上次去峰峰家的时候被他的炮火太猛烈了轰炸了，当时没有弹药啊。这次你死不死，峰峰我跟你说。嗯。上去坐了，又来了，有里面凉快一点。大伯，大伯，玫瑰花一半，你多少了？飘在眼前。耶！进来里面坐吧。好的。好，知道了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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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里的还有芒果啊。我这里的还有芒果啊。这个是羊头灰，这个是耗子，耗子包，特别耗子的。拿着鸡，拿着鸡，它就跑下去了。来来来，我帮你弟弟走。哎呦，丑的嘞！
跟到，又跟到我们的车就可以了。